其实说到这个贝母种类非常的多，我来为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在台湾中药典上面有依据来源分成不同的，有川贝啊、浙贝，就是这两个品项，我们讲到这两个品项。那川贝母呢，就是我们咳嗽经常用的这个川贝枇杷膏，它的成分之一。而且根据台湾中药典的第四版有记载，就是川贝母是百合科的植物川贝母，它的鳞茎，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川贝呢，它其实是用它的鳞茎的部分来做药。而且川贝母是主要是产于云南四川哦，就是在云南跟四川这两个地方。而且按照呢不同的外观啊，它的不同的分别是比如说叫做松贝啊，还有青贝以及芦贝。那通常呢在夏秋两季或者积雪之后呢会挖采。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到川贝，我们讲一讲它其实是那个夏秋两季或积雪融化之后挖采，而且呢它是要去掉这个根须之后呢晒干就可以做备用了。那其实松贝呢，它是体积比较小的，它直径大概只有 0.5 到1公分左右。我们可以看一下刚才的这张图，它其实只有 0.5 到1公分左右。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松贝，它的体积是比较小的，有 0.5 到1公分左右。那其中呢比较小的就是它出产在四川，所以叫做珍珠贝，然后它功效是比较好的。那青贝呢，它体积稍微大一点点，大概 1公分到 1.5 公分左右，也是在四川云南，所以我们称它为川贝，因为它出产在四川。那另外一种是芦贝哦，也是在四川有产的，所以它的大小跟青贝是比较相似的。我们讲一讲这个为什么我们都经常在喝这个川贝枇杷膏，对不对？但是它到底是怎么来的？说到川贝，大家都知道川贝枇杷膏。那川贝枇杷膏呢，到现在仍然是治疗咳嗽的一个最佳的良药。那当时呢，它其实在说到当时在新冠期间哦，我记得我们去中草药店啊，这个川贝枇杷膏几乎都是卖断的。而且呢，说到川贝，很多人都想说，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它其实是一个孝亲的故事，因为在清代县令杨景，他侍奉母亲啊，其实是非常孝顺，而且乡里都称他为杨孝廉，就是他因为非常的孝敬他的母亲。当时呢，他的母亲呢，因为久病没有好，所以杨孝廉呢，他就寻访名医，没有奏效。后来他找到了名医叶天士，就是这位叶天士帮他的亲娘亲治病，而且他得到很好的诊治，同时他得到的秘方，后来终究治好了母亲的久咳，而且痰多的这个数疾。所以杨景为了纪念母亲还有叶天士的恩泽，所以就叫念慈庵。所以他遵循这个叶天士的秘方呢，制造这个膏药来布施。后来求药的人呢，就是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再看一下这张图好吗？我们说到这个川贝，其实就是在它的根茎的部分可以看到。然后呢，其实川贝它的样子呢，我们从来没有看过川贝，对不对？它其实是有花朵的，而且不一样的花。所以我们借这机会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哎，我们经常吃的这个枇杷膏就是这个川贝。好的，那再回到我们再继续跟 Dr. Wang 来请教，就是说在之前呢，其实有研究发现中药可以增加免疫力或者是降低病毒进入细胞。那根据 Dr. Wang 您的经验哦，就是除了贝母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中药对于治疗新冠是有帮助的呢？ OK， 好，那谢谢主持人提问。那过去的话，我们刚好我们团队之前也发表了一个论文哦，那这个团队的部分的话，他们发现了有一种药物叫斑脂莲，它呢它可以去抑制病毒的里面非常复制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蛋白，叫做 M protease， 就是一种蛋白切割酶。那这个斑脂莲的部分的话，它可以去抑制这个酵素的活性，那这样的情况下就非常有可能可以去阻断病毒的复制。当然我们知道病毒感染进去之后呢，它最需要什么？它需要繁衍后代，它最需要复制。所以如果我们可以阻断它的复制的话，我相信也可以明显的可以去抑制这个病毒所造成的后续的一个疾病的这个严重性。所以在过去的话，那当然还有过去很多的研究，我记得还有一些像夜市一些植物根茎类药物的植物部分的话，都可以去抑制病毒的入侵。那这样子的话，其实目前来说还有后续许多研究的累积，那目前我相信一定还有更多的部分还可以再陆续的发生被研究的。
是，所以如果说我们在讲，因为中药是讲配伍的嘛，就是说这一味药再搭配这一味药。如果说川贝，就我们讲贝母好了，搭配其他的药材，还有对哪一些疾病有一些功效的，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哦，好，谢谢。那过去的话，其实，在目前网络文献的一些医学研究的文献的部分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川贝大家最知名就是华人之间最知名就是川贝枇杷膏嘛。那其实过去研究也发现，川贝枇杷可能会有一些，例如说抗发炎等等一个功效。那其实那特别要讲一下，在我们这边的研究里面呢，我们也是利用了这个市售的这个川贝枇杷膏，那我们可以经过稀释之后呢。我们再去做，哎，我们看一下是否有这个抑制病毒感染的这一个活性，就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不，我们也当初有跟其他的那个像浙贝或是川贝兼组的一个药一起去做研究，就我们发现呢，这个川贝枇杷膏呢经过稀释之后，也一样可以达到一个抑制病毒的效果。当然，里面是不是真的是完全来自于贝母或是那个川贝的话？还要再进一步做研究，因为川贝枇杷里面还有许多重要的成分，那或许里面其他重要成分也有可能会有同样的效果，也说不定。OK，所以，但是最起码至少这个东西呢，川贝枇杷膏呢，经过稀释之后，还是可以去抑制病毒感染的一个部分。是，那在配伍上，您对于这个其他的部分呢，还不可以跟我们举一些实例吗？在运用的案例。运用的案例的话，我记得我之前有看到一篇医学文献。他是说，那在我们在加入了这个川贝枇杷膏之后，我记得他有甚至有说做一些老鼠的实验，就发现呢，原本这个老鼠可能会有一些发炎的一个现象，例如说它可能血球的白血球等等会增加哈，但是呢，经过这个川贝枇杷膏的一个治疗之后，哎，这个发炎现象就降低了，类似是这样子。那我记得还有一些别的研究是可能，例如说它可能跟病毒，其他病毒的感染，例如说可能感冒等等之类，可能都会有一些效果。OK，所以相信在这个文献上面，应该也会是越来越多的部分。是，哎，那关于现在，因为大家民众都非常关心的，就是现在的变种病毒是 Omicron，对吧？那 Omicron 这次的这个贝母，对于 Omicron 它的抑制病毒的感染，有没有它的功效呢？好的，那就要从这篇研究里面的故事缘起哦，就是是。当我们在做这篇的研究的时候，我们发现，哦，我们做研究那个病毒的突变的速率跟我们做研究速度是一样快的，所以当我们好不容易要做完之后呢，又有新的病毒出来了，是，然后做完一个之后又有个新的出来了，所以我们一直做从 alpha、beta、gamma、delta 做到 omicron，OK，那好不容易暂缓一下，我们就赶快就是可以赶快让这个论文可以真正被大家看到发表出去。那当然，我们后续的话，我们进一步说，哎，Omicron 现在甚至有 Omicron 的突变哦，像大家目前美国甚至是美国最流行的一个 BA.4、BA.5 的部分，那这样的部分的话，我可以看到，我们加了贝母之后，一样可以去抑制这个 BA.4、BA.5 的 virus infection 病毒的入侵，所以我们相信，因为我们的机制，我相信一定是透过这一个 spike protein 跟阻断 ACE2 的结合，所以呢，就算上面的 spike protein 的突变是可能。会多多少少会影响这个连接的效果，但是我相信，经过这样子阻断之下，这 Omicron 的变种 BA.4、BA.5 的部分的话，都可以去抑制它的一个的结合跟 ACE2 的结合。当然可以看到这张图，我们可以再用这个电脑模拟预测，不管这个 Spike Protein 经过任何变种病毒的一个演化下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贝母素呢，都可以结合到这个 Spike Protein 上面。哎，所以我相信这个贝母还是非常有一个 potential，不管未来是不是有可能这个病毒再变种。